对，淘汰了，最后不会再去了。哎，又结束了，好快呀！这一次真的感觉正式录制才开始十几天，怎么我就淘汰了？但是我们都尽力了就好。对，我知道大家投票很辛苦，就有的咱没办法，对吧？有的就是说没得选，没得办法。我还挺喜欢我们 Sarah 的两位妹妹的，其实说真的，我觉得蛮好的，因为他们都很善良，很友善，很善良，然后很乐观，然后很上进，很努力，所以我感到很庆幸吧。因为如果选到我当时选那个 Sarah 选到的人，就是假如说不是像他们两个一样这么友善的人的话，我感觉我可能要自闭。对，他俩人挺好的。对， BBM 酱很白。对，我没有韩语交流，我没有学过韩语，我没有学过韩语，我就是以前不是看韩综嘛，然后但是以前只会说几句韩语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我仅仅就是我知道韩国有就是韩语有哪些字母之后，然后怎么搞的就莫名其妙好像就会说一点点，但是仅限于我会说的那个范围的一点点，就是其他的范围我就可能一窍不通，就属于那种比如说用于练习室的，或者用于吃东西的，或者用于什么生活中的交流的， 我可能能听得懂或者干嘛。但是如果去干个别的什么事情，比如说我出了节目组，我去哪里办个事情，这种我就一窍不通，就属于我去那边如果是去参加节目的话，我觉得够用。中日韩用英语不香吗？英语其实有的也不是，就是说也不一定，就是说不一定能非常顺畅的使用交流，就可能我知道的单词可能别的妹妹不一定知道，就像我们 CR 的那个 BBM 酱，我以为他英语会很流利，但其实人家是在日本长大，他不怎么说英语。